爱的魔法哦。对，没错。看来幽楼这天物就是双卡琳啊。还有。啊，我们天物今天选的李安，内裤男，内裤男会不会只穿内裤呢？啊，不是你选内裤、哦，不是你选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是幽老师，哎、欸，呦，幽选内裤男，哎、欸，你要只穿内裤了吗？遥感试完了吗？试完了哦，好，那就开始啊。好 ，EP 是我们幽楼，他今天选内裤男 ，RB 是啊，不给暴衣啊，还真的只穿一条内裤。好，这个 combo。好，第三号没有去反，很烦。头锤没有锤到。头锤锤到是负的吗？对啊。欧文老师说，今天看到女仆以后就一定要暴衣。不行啊，我刚刚说 Yoro 老师加油，你不要输啊，这样我又被说明了。不愧是我们冥王老板娘啊。哦，镜子出来啊！可是稍微偏掉一点，那个镜子稍微远一点，近一点就可以。哎、欸，啊，直接摔！哎、欸，还是摔 ，nice， 拼回来！好，又老师一个针。第三个，点一个 P 直接摔哈。肌肉男吗？哎、欸，他这边有姿势啦，二楼是姿势边。哎呀，哎、欸，这个偏掉了。刚刚那个真的超衰的，刚刚明明是可以 crush combo， 结果因为李安的那个重手针稍微偏一点，整个跑掉。哦，有没有？直接爆镜子哦！啊，被摔，还是摔？哎、欸，摔完还会再被镜子。还会镜子弹两下，好，我们现在欧文老师一场一零，一个正常哦。好，哦，这个巨鱼下中脚，好烦啊。哦，靠近看的，哎，距离太远，也是口水接撞，重手靠近看的，哇塞，这痛哎，哇晕了，刚好晕，这样镜子碰不到，对，没错，哇塞，老师好猛啊，为什么后面是被砍？他那个将军的手，啊，欧文老师听牌啊。我们 Ken 哥要加油啊！还好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又是一个一叉的。刚刚那个是铁身号按太慢，然后他刚好冲出来，不会都是对，可能又知道那个距离，说他的铁身号可能会稍微慢一点，他就直接用。好，他没有按好，哇塞，快晕嘞、欸！啊晕了，太猛了！恭喜悠悠老师。太猛了！太猛了！太猛了！啊，换老师回来。打嗝看不懂啊！